至尊，高至尊，身高的高，志气的志，尊贵的尊。这次展出2014年光画丝风景系列作品，是艺术家前往世界各地所记录的影像，不需透过暗房技术所制作出的铅板摄影，也就是所谓的蓝晒图，利用感光药剂与自制数位底片，让影像透过日照留在画面上，等待水洗干燥后，就会慢慢显现出蓝色的影像。而触摸图上，你可以摸到的是艺术家前往柬埔寨时，在湖边看到一位男孩裸身跳水停在空中的画面，头在下方，双脚在上，正准备头部下水的瞬间，湖面上都是蓝色的光影层次。而另一幅在展场作品则是在日本福冈，艺术家看到在河岸边有7位小朋友面对着画面，有的跨坐在岸边墙上，有的正爬上岸边，有的正在交谈，似乎是放学后一同在路上观察岸边的风景。艺术家也随手记录下这一张充满想象的作品。